于是当校长，对，校长要先讲，就这样常看到，那边说，因为上次有参加基隆社大的那个啊，叫什么导览行程，初阶班，所以那一次对基隆社大的印象非常深刻，想说这么有活力的社大，没有来这边当讲师太可惜，所以我就来报名参加这个讲师的这个审查会议。然后本身是从事来染跟植物染的教学，那民国100年成立了一个工作室，所以就到今年大概11年，做这个来染植物染这个热门的行业，能够做11年没有倒，算是奇迹。我是那个奇迹中的之一哈，录取这个只是前菜而已啊，后面的招生那个才是大魔王啊。现在，我在这个业界呢，就是推广这个染染的教学，像我现在椅子上的这个作品，这个哈是昨天染的，那它是一个门帘。那各位要不要猜猜看，这是什么植物染出来的？不同的版本。对，它是绿色的，染出来是咖啡色的，那么神奇，对。老师要不要来上课？好。还好开成才行哦。对呀、啊。对，我曾经那个招12位嘛，那社大叫的要开，说12位也刚亏嘛。这个。加那个铜，那就是我们钱币那个铜离子，它跟色素反应，它才变这个颜色。那这两个是方法一样，但是使用的工具不一样。这个是有木板夹起来，这个都是用线去缠绕，所以方法一样，它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。那这摆在家里呢，就非常的美观。啊，朋友来说，对吧？你相关的，很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不会褪色。不会褪色哈，褪色来找我，我再帮你补染。假如说它不会褪色，那刚刚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如果它褪色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沾染到一些颜色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不会哦，不会沾了，你看都不会沾的，你都洗过了哈。因为我们这个大自然里面可以拿来染布的嘛，其实不多了。虽然都说啊，植物染啊，什么万物皆可染，其实能够染的那就那几样。那会拿来染的，就是说它的褪色的色狼都会比较好，啊，像是竹木，啊，还是那个刚刚说的榕树，还是各位之前有去大金工厂啊，校外实习的时候染的这个大金。这都是比较不会褪色的，比较不会褪色的。那中间黄色的就是竹木。那我的左手边这个是紫蕉，紫蕉是一个它长在龙眼树干的一个寄生物，本来台湾没有，那是日本人呢把它引进来呢，那时候要做这个唱片的原料，以前那个黑胶唱片啊。那个胶不是塑胶，是昆虫的这个胶状物。有兴趣再深入学习来上课吗？谢谢。这是道理。来，请提问。请问一下，你身上穿的衣服是染的吗？对啊，是染的吗？对，颜色染的很漂亮。对啊，归内衣嘛。蓝染。这是型染嘛？型染就是要靠一个型染，然后把这个颜色把它上去，这都像花。所以要雪花胶，是吧？然后靠那个蓝染的衣包把它印上去。啊，那另外那个也是蓝染，这都是蓝染，比较深的。这也是蓝染。对，我的意思说怎么弄上去？怎么弄上去？来上课好不好？你要先讲，要让我们心动啊！心动啊！先心动，马上行动啊！马上报名啊！没有让我们心动，我们怎么会？现在报名7折、9折、8折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要做那个是我们要有让我们感觉到
很有兴趣，你现在都还没有激发我的兴趣啊。来上课送你生命小礼物，这样做一个刑法，然后把那个魂挂上去，他连生命上去之后洗一洗，他这已经洗过好几次了，都会掉，是要做很好，漂亮哦，送女朋友啊，送男朋友都很喜欢。老师，请问一下，你定色有些蓝色很容易褪，对，尤其以前在大陆买的那个都会褪，对。那有另外的东西去定色吗？是这样子啊，定色要靠那个叫皂洗，肥皂的皂皂洗，要皂洗三次，它才可以拿出来看。对，皂洗三次之后，它颜色会变淡，所以他们都不洗。因为如果它皂洗完之后颜色要那么深，它要打得很深。所以它就是不洗，拿出来卖，你以为很深，然后回到台湾之后，穿在身上，衣服都是染染的。对啊，都是摸下去就已经。所以我们染染界就是被这些害群，这边是大叔洗啊，就是搞得很糟糕。这个洗洗就不会那个，就不会留在身上。所以这个要皂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皂洗。对，当然之前还有一些步骤来，什么酸碱定色啊，要泡白醋水啊，这些。现在泡白醋。对，有有有泡白醋啊，酸碱中和啊。对啊。那它那个颜色定住啊，好像没做过，好像也没有白醋。没有定色，来上课我教你啊。打七折对。对啊，现在报名打八折对不对？陈会长的时候报名比较便宜，对不对？我在那当讲师哈，那那天做完之后回去就马上退了，对，回到家马上。对，我帮你打一杯血了哈，说什么带你染一染，马上退身。请问一下，对，王雪儿。我这个月初才去高中的社大做教师培训。哦，是。刚听起来这个学校对你没有特别善待。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教那么久呢？不是善待了，好像刚没有讲清楚。那个团队呢，大家好像大家庭一样。我知道他们团队转移，我知道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所以现在看的是，其实你在中正社大也教了很多年嘛。因为现在看到那些新面孔啊，或者想到老面孔，所以那个心里让感受。是因为你自己觉得感伤，所以不想去。不是说觉得社大很好这样。以前融化的进来要。以前就是什么事情啊，那个出场是怎么样啊，停车会怎么样？那、啊、现在那个感觉没有了，不要了。对，那来这个时候，他好像有那种感觉又回来了。之前去参加那个校外教学的时候，刚刚大家都很薄弱，比较像之前中正社大团队的那个精神。所以老师也是蛮在意这种学校的氛围嘛，对不对？来，金融社大，对，来上课。对啊，我们。这个是由老师来采购，大家做金那个成本的金单，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做采购自己带？那你只是告诉他们大概要花多少钱？因为如果说以我们3000块的学费，再加其他费用是6000嘛，那所以这个其他费用3000这一块，我觉得更清楚，因为社大里面会接到材料费哈，所以基于说那个部分要做比较清楚的分析，因为他们要。材料费3000块算是赔本，因为这个白色的还会染了一道，大概是2000多块。我们每一个课程要有一个作品出来，如果我们以3000块为一天的这个材料费的话，17堂课下来就超过，可能还是4000-5000块了。所以有些都是校长是说要列清楚的，不是啊？因为应该不是每一堂都有操作的。看那个，其实周次，当然你的这个可能是这17周里面会有10座的总费用。啊，我只是在提到说，这样的费用它的一个支出跟收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模式。